你有近期你都好开心啊，去旅行。OK 嘅，我都 OK 嘅。咪系咯，享受人生。冇错，冇错，冇错，唔可以冇嘅嘢，我发现。唔可以冇去旅行。或者出走的感覺，是出走的感覺，沒錯，接下來又出走啦，沒錯，又去不同地方啦。 Yes， 是內有什麼新的體會啊？你對人生哦，玩了這麼久有什麼新，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，就是因為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其實他們已經經歷了很多次疫情裡面的 MCO 啊，很多高高低低，所以很多已經是真的一起生活緊，咁亦都大家已經四周圍去緊旅行，咁跟住之後咧，所以我一路去咗其他地方嘅時候咧，覺得啊真係好開心啊大家，咁但係嗰陣時候我哋啱啱開始疫情嘛，咁我哋自己好驚恐，所以我嗰陣時候我記得我一去到馬來西亞咧，一有人咳咧，我好驚啊，即係我朋友咳我好驚，然之後佢話唉你唔使啲咁嘅反應噶啦，過多一年咧你就習慣噶啦，即係咁咯。哇！你朋友咁有先見嘅，先見之明。因為佢哋都已經經歷咗一年啦。咁所以就 OK， 我哋而家先習慣，所以就 OK， 大家真係都互相學習緊。咁啊，你即係嚟緊去敍利亞啦。咁啊，你直情去敍利亞咩？係啊。Sorry， 我哋其實唔係好熟嘅，即係成個節目講完，但係佢到而家重新。你仲喺呢間公司嘅咩而家？我哋其實唔熟嘅。即係認真嘅？係啊係啊係啊。你去 Syria？ 啊，我出遠。Oh my God！ 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洪寶寶。哦，洪寶寶 ，OK。我真系唔知道，原來你去啲咁危險嘅地方啊！我認真嘅，我真系唔知啊！我哋真系唔熟噶。我頭先要講嗰段稿咧，我直頭喺後台同佢講咗幾句，問下佢咁講好唔好？佢話 OK。然之後我上台 present 完，然之後依家佢話佢唔知道我要去敍利亞。OK。但我哋聽到你去剛果啊、摩洛哥啊，冇聽到敍利亞喎。嗰個摩洛哥我都唔好去。聽到啲咩咧？我喺入廠入邊。我哋好熟噶，好好朋友噶。Oh baby。